雪怪呢？雪怪在哪儿？快给影像我们看看。干嘛这么兴奋？我一直想亲眼见一见真正的雪怪是长什么样的。那大家就去找出雪怪的真相吧。谜团由我来解开。大家快停下。好险，哪里来的坑啊？看上去像个大脚印。这么大的脚印，肯定是雪怪留下的。是不是雪怪？分析下就知道了。你们看，真的是雪怪。难道这世上真有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？我有办法将雪怪引出来，真相马上就能揭晓。我闻到了真相的味道。我怎么只闻到薯片的味道？这雪怪太强大了，得想个办法。它背后有电池仓，去掉电池，它就动不了了。让我来。看来要用更牢固的网才行。接下来看我的吧，超炫悠悠球。我很难靠近他。欢迎用这个隐身泡泡。欢迎，经过这次，你不会再相信有雪怪了吧？我还是相信有雪怪，只是它还没出现。嘿，特工软硬它有妙招，来切开层层的问号。加上是非与蓝方包，一起合力解决丛林动物的烦恼。探索的路，无穷招数。成长的路，没深度。Go， 快快快快走起，一二三，接力破难题，解开谜底。快快快变装。